对于即将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金特会，韩国总统文在寅二十五号表示，希望这次会晤成功举行。同一天，韩国外交部长官康金和表示，韩方期待会晤能够得以切实重要的成果出现。 韩国总统文在寅二十五号在青瓦台表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举行在即，韩方希望这次会晤成功举行，创造消除半岛战争威胁和不安因素，走向和平经济时代的决定性契机。韩国将做好准备，全力促进南北关系和朝美关系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半岛向无核化、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道路前进。 同一天，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在日内瓦表示，期待会谈能有切实重要成果，并期待本次会谈成为推动无核化和半岛永久和平进程的一个里程碑。And in just two days, the second US-DPRK summit will take place in Hanoi. We expect it to be another important milestone in our efforts to achieve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and establish permanent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ut of this meeting。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一谦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朝美领导人有可能就《中战宣言》达成一致。韩方认为，仅朝美两方表态的《中战宣言》也足够有效。更重要的是，通过《中战宣言》推动朝鲜无核化顺利进行，并加紧无核化进程。